快点刷牙呀！姐姐，你也放太多面包桶在手上了吧？装死！弟弟，他害怕啊！哇，姐姐，你真的好喜欢面包虫啊！你就把它放在你手上了，这样手上应该有好几十只哦，应该有。我觉得里面有几只？这里面应该有100只啊，100只面包虫啊。100只。你喜欢面包虫在你手上？它是我的戒指啊！它没有装死，它只是要睡觉而已啦。对对对，姐姐，你喜欢面包虫在你手上爬的感觉哦。就是觉得很痒。是啊。痒了吧的。我觉得你喜欢的原因应该是它长得像火车吧。对啊。火车火车火车。哦。哇，好多你。记得要喂它吃麦麸，知道吗，姐姐？妈妈说。麦麸。就是你现在你看的东西叫麦麸啊，因为妈妈说这个不会长。什么叫麦麸？麦子去磨成的粉。麦子磨成的粉叫麦麸。哎，弟弟，你在干嘛？你说是这吸血鬼？对，这样弟弟不要去。对对对对对，哎呀，好吧，弟弟你也想看就看吧。好，近一点看没关系，好好观察像火车的面包虫。我要摸，还不要摸不要。